农民跳白是种松的树，学参么？主角是回到爱秋参事。立下三业转型，农业铺苗栗改良厂重新研发，做生活技术产业，从系每种保种品生活适合材料料到，对未来参事轮拍料到生技发展有信心。一下要起厂的吼，许多也都是五年嘞。哦，像呀，像呀，金毛色的头拿担起来，都是五年厂，五年厂看起像，都要像嗯煮熟个样安样新鲜呐，故是安尼熟厂的。厂的医生对幼虫发育到七米天龄，唔是专业，杀下来做土石同眼镜，李燕还没有你农改厂，只成为技工。看定台湾产业对环境真好，天天忙碌。我头样改良厂作为我四十年嘞吼，今年三十九年，都我头太湖农工参事科毕业，咪三十九年啊，毕业都多一下，从小阿姐学到呀，我退休诶，哦，我卡也系因为四年因为讲产宝宝学胎啊，又可以讲啊。学产的终身的书，哈哈多人讲。一件对日本书的嘢，蚕丝组织飞沙，转型都建立蚕丝公司，员工咪进来见到事业，一扎大拍工，亚太环境欠工业。佮当时我都没有建议产业改良厂，吼、哦、来希望农民做来同来种本来留来收购，鼓励去种商业产业改良厂，要有潘亚泽发通。结果呢，这点我租个田也不容易，讲我租厂房来做吼，还是要一笔资金。航空还不会吼，还是无法推广嘞。台湾人是存到几间蚕丝公司听听，蚕丝原料无办法自家学来拉自家用，单单是对中国同东南亚国家去买。一国内青苔蚕丝公司生产具体喺度泰国北埔，一几年来主要重点喺度一家空间生产。蚕丝其实它就是最好的生态循环，它从种桑养蚕开始，它可以节能减碳，然后呢在脱胶的过程当中呢，它会有产出丝胶，丝胶它回收之后呢，又可以产出很好的一个蚕丝蛋白，然后作为生技的保养品。蚕丝的自然界当中，唯一的天然长纤维，本人讲是人体的天一层皮肤，几啊千年来发展证明，是今后的生态循环内统其中一类，做得传统的蚕丝制品。蚕丝乱拍一道，行开喺将来一定好嘅成绩发展。下个新闻吴祥平、张红秀台北苗栗报道。